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讲同角、三角函数公式。那么，首先我们介绍四个定义：第一，正切 （tangent theta）， 它的定义是 sin theta 除以 cos theta。为了使这个公式有意义 ，cos theta 不能等于零，也就是 theta 不等于 k 派加二分之派 k 属于整数。第二，余切 cotangent theta， 它等于 cos theta 除以 sin theta， 那么 sin theta 不等于零。theta 不等于 k 派 ，k 属于 z。第三个是正割 secant theta， 它等于一除以 cosine theta，cosine theta 不等于零 ，theta 不等于 k 派加二分之派 ，k 属于 z。四余割 cosecant theta， 它等于一除以 sin theta，sin theta 不等于零 ，theta 不等于 k 派 ，k 属于整数。那么有了这四个定义，我们下面要介绍。同角三角函数公式，这里头一共分为三类，一共12个公式。那我们首先介绍它们第一类关系，倒数关系。那么我们可以这例如 cosine theta 乘以 secant theta 等于1，也就是 cosine theta 和 secant theta 它们互为倒数， sine theta 乘以 cosecant theta 等于1， tangent theta 乘以 cotangent theta 等于1，这样有三个公式。这个公式直接由 secant theta 的定义可得。那么例如这个公式它是由 tangent theta 和 cotangent theta 这两个公式可以可得。那么第二类我们再介绍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这儿一共有六个公式。那么第一个 sin theta 等于 tangent theta 乘以 cosine theta， 这由 tangent theta 的定义可得。第二 ，cosine theta 等于 sin theta 乘以 cotangent theta。第三 ，cotangent theta 乘以 cosine theta 乘以 cosecant theta。这个由，例如这个是由 cotangent theta 和 secant theta 这两个定义。您能讲一下这个具体大概是怎么推导的吗？就是 cotangent theta 等于 cosine theta 乘以 cosecant theta。像这个公式，我们有 cotangent theta 的定义，这个公式和。cosecant theta 的这个公式，这两个公式直接左右相比就可以得到这个公式。那么类似的我们还有三个公式， cosecant theta 等于 cotangent theta 乘以 secant theta， secant theta 等于 cosecant theta 乘以 tangent theta， tangent theta 等于 secant theta 乘以 sin theta， 所以比例关系一共是六个公式。那么第三类关系是平方和关系，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有 sin 平方 theta 加 cosine 平方 theta 等于1，我们知道了有这个公式。那么接下来我们又可以变化出两个公式，将这个方程左右两边除以 cosine theta 平方，我们就有了 tangent theta 平方加1等于 secant 平方 theta。 那么将这个公式两边除以 sin 平方 theta， 我们就有了1加上 cotangent theta 平方等于 cosecant theta。所以我们这儿又有了三个公式，一共加起来是12个公式，同学们需要牢记。当然这个公式太多了，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让我快速记忆啊？接下来我们就要见证奇迹的时候，这么多公式，其实说我也记不住，但是我们却用一种很巧妙的方法将他们的关系全部展现出来。那我们要介绍我们的终极武器。那么我们要画一个六边形，怎么记？横着看，我们这个叫做弦；第二行叫做切；第三行叫做割。那么左右看，左边的叫正，右边的叫余，所以我们对应的写来正弦 sin theta， 余弦 cosine theta， 正切 tangent theta， 余切 cotangent theta， 正割 secant theta， 余割 cosecant theta。然后我们在中间，大家不要忘了中间加一个一，只要加了这一个一，就像画龙点睛，我们将把所有的这些关系全部在这张图上展现出来。同学们现在要来看了，
那么，例如我们现在要记住的第一个，在向内部的这个对角线上，它的中点是等于两边的乘积，也就是说，一等于 sin 西塔乘以 cosecant 西塔。哦，这就是它的倒数关系，所以三条对角线就是三个倒数关系。没错，一二三，我们就把这个这三个关系就全有了。一等于 tangent 西塔乘以 cotangent 西塔。那么这些比例关系，这六个又是怎么来呢？我们同学看，这个六边形有六个点，六个顶点。每一个顶点都等于左右两边的乘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比例关系写成乘积关系。例如这个 sin 西塔就等于 tangent 西塔乘以 cosine 西塔，就是这个公式。那么 cosine 西塔等于 sin 西塔乘以 cotangent 西塔，这个公式有了。cotangent 西塔等于哦 cosine 西塔乘以对对对，所以类似的，我们把这六个点这样的一数，那么这六个公式也就都有了。哦，那么我们说这个平方和关系怎么出现，这个怎么记？同学们，这里头还暗藏了三个重要的倒三角形，看我把它画出来。这个倒三角形上面两个顶点的平方加和始终等于下边的这个点的平方。看，例如 sin 西塔 的平方加 cosine 西塔 的平方等于一的平方，对不对？然后 tangent 西塔 的平方加一的平方等于secant 西塔 的平方，然后一的平方加 cotangent 西塔 的平方是等于 cosecant 西塔 的平方，太神奇了。所以我们三个三角形就有了。这三个平方和关系，六个顶点，有了六个比例关系，那三条对角线有了三个倒数关系，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和神奇。同学们看看它长得像什么，是不是有点像原子弹？对，这就是我们的终极武器。那么同学们，这一讲就到这儿，我有一个建议，同学们下去都把这个关系自己推一遍，而且还要补充一点说明，这些关系的成立必须在他们这些定义的定义域范围之内才行。好，这一讲就到这儿，谢谢大家。